放在心上那种。安那讲，你敢知影嘞？我阿姐嘞，甲伊顶点三两年，约定婚事也做成夫妻，选择是翁仔某，想会交伊老爸变改，靠势奉势一世麒麟，因为讲伊是官长，官大势大，所以阿表我家条都爱娶伊为妻。哈，你我家姐阿表拢知我，现在嘞，当着少年，变咧办底亲家，一个已经来死，看来你其中做是你，我也袂生气。伊是唔像因老爸饲就好咯，你看我是啊，洋洋得意啊，是啊，所以你想来到遮，啊，就是因为想袂开，叫我叫，我唔才甲伊结拜做姊妹。原来如此哦，要哪咧看来去都也是情有可原啊。拜托的啦，你就看在小师妹面子上，这件代志到这收笔。好啦，我大人有大量，无需要甲种人伫咧斤斤计较，甲要讲种人。还阮小妹，好啦好啦，啊你先看啦，啊这件代志我本来当感情就好，啊你安尼用目头割割割，现在我姐姐来死，一来二去，拢总是因为因，所以我心内愤愤不平，想要报冤仇。可惜我是一个百姓家，人对方是有权有势，我想要法度伊，当何用伊？我想讲当初时要下山的时阵。孙妹啊，你有甲我讲一句话，你会记哩无？我讲足细句的呢。哦，原来我吼桂林多梦事，我需要甲你重启一下。你讲，上台啊，要下山的时阵，你有甲我讲过啊？我有困难的时阵，都爱来找你。哦，这句话你用作包起来囥啊？你乌啊嘴，见够了对对。哎，无啦，我讲了伤过紧啦。所以安心，要报完仇是无机会，对手这人叫做网友。就是说，根本的生活，要来拔倒伊，当然需要靠着本公子的实力。要唔过，过怎样？天老板，无白吃午餐呐、啊？哦，我就知影了。原来呀、啊，天海乌鸦，一个乌鸦，都吃乌鸦嘴，今麦一个乌鸦。原来我是靠你。你看，你有乌鸦呀？你有两个跟伊同款啊？我哪有啦？啊，事实就是安尼死。你今麦咧有为我打闹三工啊？我意思是讲，你莫做一个敢有重担我的所在啦。啊，你嘛知影，我即马啥物都拢做无啊，敢若剩我一身躯尔尔，我啥物所在重担你咧？我就是爱你一身躯啦。我搁有啥物报吗？哎呀，孙爷他面对你讲，拜四号加十外当咯，我对你情有独钟哦。只要你愿意等于我的婚事，我相当工作，你连笑你会做红晒，唔只有法度，笑着我百万个的兵马，打倒义无天官。你无骗我，是，你伫教伊我，你无爱我，安尼咱可算是心心相印啊！你来拢无表现，啊你嘛知影，爱在心内捡难堪，想要对你表明这个爱，我感觉真困难呐、啊。啊那安尼，阮是咱一言为定啊，一言为定。好，亲情敢答应我一笑，让我真有勇气哦。我知要安怎做，你可见得呀？入去帮忙这人，心心忙得，这东西就讲不安共点苗咯。就不如我写了一张，就是招安表，建议请伊来到阮的国家，到时阵叫我倒来制裁伊。那是你的问题。